新纪实来看是嘉义县鹿草乡二山乡的领导姓苏花尾节今日元宵节闹在登场。嘉义县长翁章良、鹿草乡长严佩瑜和济济议员到场共享盛举。大家到大殿团拜了后，做伙将花尾邀到小尾场，因神点阵了后来迎上天，场面非常盛大。盖棺鹿草乡元山宫年度盛事花尾节在元宵夜闹热登场，清代演团独夜放花尾，为民众祈福消灾解厄。中断60年以后，2021年再次恢复举办。元山宫主委陈立清表示，社会尾过去在福建沿海盛行，祈求心灵支配兵马再遭瘟疫。控制瘟疫也祈求五谷丰收、人丁兴旺。最初是将稻草扎成马的外观，经过时代演变，现在是以燃烧草马为主，期待未来能延续这项放花马的文化盛事。那慢慢的，大家就知影讲元宵节，那要啊烧花马，所以当讲绿草大大细细，啊，当作是绿草上重要的代志。啊，大家做回来这个所在啊，看烧火马。那烧火马，那照典故来讲，那我相信，那未来持续如果一直来办，慢慢啦，这个会变成很重要的民俗活动。那然后会变作是绿草的特色。那我们希望啊，大家透过很多脸书啊，包括 IG， 那不断的宣传，能够让全国的人认识到绿草南关山宫烧火马。以及活动非常好看，非常有意义，大家做伙来参加。烧火马的活动，啊，我想这个展呢，啊，会使讲这几冬在咱元山宫这，啊，拢举办了吼，每一冬比一冬较闹热，啊，这是一个真庄严，啊，拄啊咱馆长讲，会使吼，安尼把所有的厄运呢，啊，拢吼借由火马，啊，大家厄运拢带走。一当个阿老人吼，来透过这类活动来找回我们的原本的文化历史，那把这样的传承留下来，兄弟爱的戏，来透过这类活动把平安跟福气留在鹿草，留在大家的家里面啊。透过这个活动，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也希望未来透过鹿草各个活动的举办，还有各种建设发展，可以带动我们地方更多的活络跟力量。日益众多民众参加元山宫放花马，一年比一年盛大。除了为民放灾祈福之余，更令鹿草乡元宵盛大节庆一个重要宗教人文盛事。谢新新闻蔡明东，鹿草乡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